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今天呢是我们网友投稿的第二集，我们来看看大家究竟投稿了什么样的东西吧。灵异 snow 的影片。园游会那一天，朋友在学校自拍，然后突然叫我们过去看他手机发生了什么事。我们学校是在山区，在盖学校之前是墓地，然后我们来看看他的影片吧。哎、我觉得那是你的吧，你怎么还懂啊？不是，你看那边有一个。哎呀，头发，头发，有鬼。有一个、我觉得那是你的吧，你怎么还懂啊？不是，你看那边有一个。哎呀，头发，头发，有鬼。我觉得你这个蛮酷，新闻不就拍到 Snow 那个笑脸，自己在笑，甚至还有人传给我过镜头，面对一个地方，然后就一直聚焦，一直聚焦。那段影片我不知道已经跑到哪里去了，如果你记得的话，再传给我一次好不好？我就给大家看。跳王狗，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16岁国中生，在我小学的时候，兄弟也是我的死党，不小心意外的去世了。这张照片是我小6毕业典礼和我老师的合照。事隔几年后，这图片被许多朋友发现，这部分似乎有一对鞋子，一开始以为是其他人，但结果并没有人躲在后面，所有人也都不知道这双鞋子的来历，于是这件事情就困扰了我们很久，我们也几乎都认为是我过世的死党来的。我觉得这个鞋子的确像是一个人在后面，但是他既然都说了没有人嘛，也是蛮不科学的。一样，下礼拜等高升。王狗你好，我叫小安，这些是我从小的经历，想跟你分享一下，我会按照我从小成长的顺序来排序。这故事发生在我还没上学，大概1996年。那时候我脚上还打着石膏，家里的人都出去了，只剩下我一个人在房间休息。因为太无聊，我看着天花板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在梦里，我发现我被一群黑影包围着跳舞，那些黑影不高，好像要庆祝什么，围着我还有萤火不停地转。突然有个东西跑出来，我才发现，好像是外星人的生物。接着我感觉到脸湿湿的，就突然睁开了眼，发现原来是我家的马尔济斯在舔我。但奇怪的是，我家那时候马尔济斯养在阳台，而且阳台的玻璃门也是关着的，我房门也是关着。我家的狗狗它是怎么从阳台开玻璃门过来客厅，再来我房间开门把我舔醒的呢？长大后我越想越奇怪。接着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，也发生了一件事。当时因为家里因素，我的安亲班离山坡上非常的近，我走一下路就到学校了。每天我都很早很早的去上学，而早上的时候，学校里也会有很多运动的老爷爷老奶奶，他们很爱跟我玩，或者喂喂学校的兔子。尤其啊，是有一个爷爷会拿叶子吹笛子，还会挤豆子来抓瓜牛，这爷爷立马就吸住了我的目光。而有一天晚上，我跟安心班的同学吵架了，我非常的生气，就跑去学校想要躲起来。回到校门，直觉的就跑去兔子笼那边。我看到那个平常对我很好的爷爷，他安慰我，我慢慢的、慢慢的就不哭了。接着，我看到安心班的同学跑到学校找我，小安，你在这里干嘛？大家都来找你啊！同学们很慌张的找不到我，把我叫了回去。那于是，我就跟爷爷说了声再见之后就离开了。但玄的是，我走没几步回头想再看看爷爷的时候，却发现他怎么不见了？你们有看到刚刚那个爷爷吗？同学们听到我的话之后非常的疑惑，哪里有什么爷爷？刚刚不就你一个人在操场而已吗？当时因为弟弟出生，所以我家的宠物就送给一个朋友养。有一天我在看电视的时候，突然觉得腿上毛毛的，还略带有一点温热感。结果过了没多久，我妈就接到家里狗狗去世了的电话。我想真的非常谢谢她，最后要走了还记得回来看看我呢。因为我学校的宿舍有门禁，那时候跟学姐在高雄工作，上课结束之后就随便找了一家旅社，没想到先是发现房间直接面对着楼梯，床脚直接对着镜子。我也不知道怎么一进去就开始不舒服，学姐不知道哪里来的偏方，说把四枚硬币放在桌角的四个边可以辟邪，我就照做了。结果隔天发现四枚硬币全部都飞掉，当下我的惧感直接冲到后脑勺，我们就赶快退房了，把四枚硬币丢进附近有名的庙的香炉之后才感觉舒服多了。
对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讲过，我有遇过在操场的经历，凌晨十一二点自己在打球，操场只剩下我，还有一个不认识的女生跟一对老夫妻，而那个女生呢，她非常的奇怪，像是中邪一般的这样。一直乱叫，到处乱跑。当时并没有那么害怕，因为我觉得那个女生可能是那对老夫妻的女儿。直到后来我打完球，我要离开的时候，发现地板原本的两颗散落的篮球，竟然好好架在篮球架的旁边，好像是门神一样。后来我走到门口，一回头，操场那个图像，就一瞬间看起来像坟墓一样，就真的是一瞬间。然后你说到饭店，你们记得我们猛鬼饭店那一集吧？门出来就是对着楼梯，然后进去床角真的就是对面对着镜子，真的那格局跟你讲的还蛮相似的，蛮酷的。狗哥，我是你 B 站的粉丝，这张照片是在我家窗户拍的，具体几点我忘了，大概是清晨吧，因为当地雾霾很严重，加上一点反光，所以照片雾雾的我都当成很正常。但当我某天恰好又打开它，发现把照片反过来，右上角拍到一张人脸，把照片反过来，好像真的有耶，是有点像一个骷髅的女生，对不对？不过我觉得这照片有几个可能，第一个可能就真的是灵异照片，第二个就有点像是镜子的反光，第三个就是你后面会不会放什么某某的雕像之类的，我不知道，也可以拿给高僧看看。灵异照片，青绿色的小女孩。嗨，汪狗你好，我是你都市传说影片的忠实粉丝，想出来投稿看看，也请你和你的朋友帮我看看这张照片，其实大概是去年农历七月的事，能不能帮我分析一下，甚至后续该怎么做，对我会有什么影响？那天故事是这样的。我是桃园人，当时呢，我对某一个大楼非常感兴趣，它的名字就是林口闪电大楼。想说农历七月嘛，就自己一个人骑车去探险。到了那里，差不多凌晨三点钟，我在附近的便利商店买瓶饮料，就靠着机车看了看这栋大楼，想穿过铁丝围篱闯进去看看。可是因为找不到入口，就对着大楼拍了一张照片纪念一下，就离开了。那回到家后，想说放大看一下照片，于是就发现了这个恐怖的事情。图 A 是我那时拍到的原档，图 B 是我利用 PS 把对比度拉高所呈现的，图 C 放大后好像可以看到个小女孩，没有脚，发出青绿色的光芒。图 D 和 E 是我白天回去看时根本没有看到什么东西，而且那个小女孩位置是悬空的，完全没有地方可以坐。当时有个小插曲，我平常有抽烟的习惯，在还没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我在喝饮料，所以索性点起一根烟，抽一两口后就放在平台，不到五秒钟的时间，不夸张，那根烟它烧掉了一半。重点是当天是没有风的，像有人在抽的感觉，于是我觉得很毛，就在点起一根烟，把它插在大楼面前，祭拜一下那些好兄弟，才离开。他讲的好像是左下角这个位置，雾雾的这样子，有点像是刚刚那个 B 站网友传来的照片，但他帮我们调了对比度，再放大一看之后，发现的确是很像一个奇怪的东西蹲在那里，但是不是小女孩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下一个是真的经历分享。你好，可以叫我小慧，我来自马来西亚。我是没有什么灵异照片，大概几年前我还在就读中学，我家斜对面就是一个 T 字路口，而正旁边呢也有一个 T 字路口，或许就是这个原因，我家时常有很多好兄弟经过。常常不是说人在睡觉的时候是身体不能动，是因为睡眠瘫痪症或什么的，可是呢有些现象我却解释不了。有一次晚上十二点我在睡觉的时候，整个身体动弹不得，眼睛也张不开，当我左耳出现耳鸣的时候，就听见有个女人的声音在我耳边问说好玩吗，因为我睡前就是玩了我的电话才去睡，当时房间只有我一个，我妈妈已经睡了，所以那个声音是谁的我真的不清楚。另外你知道云顶大楼吗？有一次我和我朋友在半夜大概三点左右前往云顶的半山，有间吃咖里面，当时我要拿出镜子照一照自己，结果我就看到不该看的东西。我的后方不远处有一辆车，里有一个脸发橘光的诡异的脸正在对着我笑，我立刻收起我的镜子，以后都不敢在半夜外面拿出镜子照了。而且还听我朋友说云顶的某一个酒店，我不说哪家，通常门面的都知道，有一层房间贴满了符，电梯是到不了，只能走后面的楼梯。至于现在呢，我是不知道会不会已经装修了呢，就要请教各位的大大。对，云顶的故事我好像也有曾经有听过，好像有一部电影是专门到云顶上面那一家闹鬼的酒店去拍摄的，非常的知名。其实大家 Google 一下云顶，大概就会知道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故事。OK， 那我们今天网友投稿的影片大概就到这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可以帮我点赞，喜欢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